可爱的照片，嗯，幸福的一家。但为什么爸爸妈妈准备分开呢？我来照顾孩子，父母离婚了，再见。选择破娃娃。哦，需要换发型，蓬松的头发，扎辫子，切出牙齿。我们需要小衣服，扭转框架，试戴一下。小南希开始冒险了。孩子们在操场上玩，一个球滚到南希的脚下。嘿，朋友们一起玩吧。你好奇怪，我们不想和你玩。我们走吧。为什么？谁在灌木丛中？哦，小猫，想一起玩吗？给它起什么名字呢？来评论区告诉我吧。跟我来。再见。妈妈，我捡到一只小猫，可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吃的。妈妈，求你了。好吧。有一只小猫真好。女孩们需要双层床，我带了材料。这里是底座，只需要组装框架。第二张床，栏杆，这样就不会掉下来了。床单和枕头，方便的梯子，保证拥有舒适的睡眠，刚好能放得下。哦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在外面玩。哦，好脏，快去洗澡。用毛巾清洗，干净了，该睡觉了。晚安，宝贝们。给南希量身高，女孩长大了，我得去上学了，需要一个书包。添加口袋，小猫拿来袋子。放入学习用品。哦，掉进水坑里了，应该没有关系吧？别忘了教科书。开学第一天，好紧张啊！放轻松，亲爱的，祝你好运。同学们来了，嗨，我们做朋友吧。可你，我们不喜欢你。哦，又是这样。照照镜子吧，书呆子。我的书。别哭，我帮你捡。想都别想，阿奇是我的。真倒霉。啦啦队选拔赛，我想加入。妈妈给我买制服吧。亲爱的，我们没有钱。我不会放弃的。有了，这个会有用的。拉力路，你能帮我吗？准备布料，剪几块，需要线，裙子和上衣，突出腰部，小灰，这是小彩球。耶，我可以练习啦。南希很不合群，祝你好运。谢谢。哦，绊倒了。好笨。我的眼镜坏了，你受伤了吗？我帮你。什么？怎么会？好像坏了，不过没关系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做一个储物柜，零件准备好了，组装框架。这扇门是粉色的，手柄，
脚链、装饰贴纸、美女的储物柜，史黛西不会认错了。我带你看看。哦，真可怜，后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们走吧。我不能走。有人吗？给史黛西的惊喜。我需要补妆了。这是什么？哪里来的？摔进垃圾桶里了。哦不！拉力路，我想改造。Please. 别哭了。这是我们的计划。先修复牙齿。完成。下一步，皮肤护理。保湿面膜。再多一点。取下面膜。完美的皮肤，现在矫正眉形。我的工作完成了，再见。换个发型吧，梳理头发，洗头，涂抹洗发水，吹干。怎么样？很可爱。不过你穿的是什么？睡衣吗？试试这套吧。哇哦，很适合我，谢谢。关键是信心。拍张照片纪念吧。南希去选角。你好，是在这里试镜吗？这是我的简历，我准备好了。是还是不是？这就是问题。太难了，不行，通过，我的是不行，没有通过，后部。哦，嗨，我是莱斯利，我准备好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三个通过，恭喜你通过了面试。哦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哦，他对花过敏，你得去医院了。但是这个角色，健康更重要。等等，回来，你来演吧，恭喜你！哇哦，我做到了。选一个娃娃，金色，涂热胶，安装小雕像。奥斯卡闪耀着光芒，谁获奖了呢？大厅里都是观众，谁主演的？南希·琼斯。在泰坦尼克号上真好。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。没错，杰克，我永远爱你。传奇的场景和一个吻，真浪漫啊！好想哭，太棒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是今年的最佳女主角，给你花$100，还有奥斯卡奖。她真可爱，这是她应得的。南希，南希，我的梦想实现了。拉力路，你能帮我挑衣服吗？开始测量，在布料上标记。剪碎片，缝连衣裙，试穿吧。金丝带，穿上外套。谢谢，太美了。红毯在等你呢。南希被狗仔包围。大家好，可以给我们签名吗？还有我。好的，让开，拍照了，真好看。南希，我们想送你一颗星星。Oh my gosh！ 留下你的手印。耶，你是最棒的，
南希是真正的明星。准备材料，在纸上画线，折叠纸张，剪一个盖子，包裹布料，系好相册，打印机开始工作，添加照片，拥有美好回忆的相册。许多年过去，南希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名誉和荣耀。奶奶，看试镜，你想参加吗？但我的牙齿很丑，没有你漂亮。亲爱的，不要自卑。巴特勒，相册来了，这是奶奶以前的样子。过程很辛苦，但是你做到了，所以我也可以。当然了，亲爱的，我相信你。好消息，你要当姐姐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辛迪得和玩具说再见了。我的娃娃呢？我们得帮帮他。拉里路，你能帮忙吗？拿材料，一些珠子，粘在上面，一条泡沫纸，画按钮。Hello， 这个是给我的吗？哦、wow. ，父母正在照顾露西。Oh my god， 好吵啊！怎么办？啊哈 ，OK。终于安静了。Yes。爸爸妈妈，我给你们唱歌。啊！别唱了。Hello。你吵醒了妹妹。啊？我不想要妹妹。拿材料，切牙刷，固定刷毛，切瓶子底部，木柄，簸箕做好了，换个颜色，剪吸管，打扫简单又有趣。啊哦，他把妈妈的东西弄乱了。我好看吗？哦不，花瓶。连衣裙。剪下来。露西。Oh my gosh！ 妈妈，你看他做了什么？怎么回事？ Oh. 哦不，这是谁干的？ Huh? 是姐姐。马上打扫干净。Oh, no. 亲爱的妈妈抱。这不公平。我讨厌当姐姐。使用硅胶模具。涂金色。Boom！ 闪亮框架。微笑，放入相框，美好的回忆。他不应该出现在全家福里，交给我吧。好多了。什么？坏姐姐？我不想要你这样的妹妹。亲爱的，怎么了？这是谁干的？ Oh my god！ 辛迪，你怎么？ Hey， go！ 我不喜欢。好好反省一下。打扫工作区，换个颜色，准备布料，
鸟，剪形状，盖上盖子，沿边缘粘上去，一个手柄，旅行贴纸，旅行箱。够了，我要走了。嗯，行李箱呢？嗯，找到了，收拾好东西。以前多开心呀。嗯，装完了。OK， 再见了，亲爱的家。爸爸妈妈和露西在一起。大女儿离家出走了，他们会去找她吗？使用粘土，揉好，滚起来，切开，拿牙签，棒棒糖，烘烤，完成，涂指甲油，包装糖果。我的订单好了吗？ Thank you. 辛迪去哪了？他离家出走了。Oh my. 只剩下照片。No, no. 哦，都怪我们。这下该怎么办啊？辛迪在找新父母。Hi there. 没有人要我。亲爱的，你是孤儿吗？我在找新父母。我不能，但是吃点糖果吧。Thank you. 你会找到家人的。Goodbye. Goodbye. Yummy.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没有家。跟我来吧。来评论区告诉我们辛迪忘了拿什么。切一叶管。涂热胶，装满洗洁精，插入分配器，贴标签，将海绵变小，清洁工具，这是谁的呢？这就是我家。Nice. 我的小猫是不是很可爱？谢谢，太可爱了。我可以摸吗？他抓我。不要惹他们，快点跟我来。这是你的工作。这也太多了。好吧，我会洗碗的。一只猫来帮忙。啊，不，你打碎了盘子，笨蛋。这是辛迪想要的家吗？收集材料，把刷子拿出来，切开容器，连接到打印机上，粘上支架，拉力路制造，开始。打印机打出寻人启事。我们会找到辛迪的。打印他的照片。没错。Yeah. OK. 准备好了。我去发传单。Woo-hoo. 我照顾孩子。到处贴上。Yeah. 一定有人见过他。这是什么？行李箱。辛迪来过这。哦，是他。我看见过他。在哪里？一个奶奶把他带走了。谢谢，祝你好运。好多小零件，拿一个破玩具，覆盖泡沫纸，覆盖细节，安装轮子，呜呼，添加吸管，新的颜色，制作车把，水钻，
全新的花瓣车。走吧。必须快点，我需要交通工具。花瓣车完美。你要去哪？爸爸去救辛迪，距离有点远。 Go, go, go！ 就是这里，好可怕的地方。辛迪正在打扫卫生。是谁？爸爸，你还好吗？嘿，不准停，我要带女儿回家。我想回家。不行啊，爸爸，我们走。宝贝，你安全了。谁来帮我打扫卫生？拉力路准备了一个惊喜，用粘土盖住盖子，摆放水果，涂透明指甲油，蛋糕做好了。都过去了，亲爱的。Oh my goodness！ 我好担心你呀，辛迪。这是我画的。露西，你想我了吗？当然了，姐姐。真感人。戴上。Wow！ 生日快乐，亲爱的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忘了？我要许愿。OK。希望大家每天开心。生日快乐，亲爱的。我们爱你。当哥哥姐姐真是太棒了。垃圾堆里有声音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来洗个澡吧，给你打肥皂。洗头，用毛巾擦干。喝牛奶吧。哦，捣蛋鬼。重新换尿布，干净的宝贝。谁是你的妈妈呢？她很伤心。我想要一个孩子。谁呀？没人。一个女孩。Oh my god！ 这就是命运，我来照顾你吧。但是没有婴儿床。去阁楼上看看。我自己组装。很简单。宝贝，舒服吗？想要玩具吗？哦，怎么办？去走走吧。你好，拉力路。小女孩长大了，我们需要新外观，可以帮忙吗？当然。做裙子。拉紧短裙，添加补丁，去吧，完成。哦，你做到了。Thank you。孩子们正在和小狗玩，妈妈，我可以去玩吗？ Okay。 去吧，亲爱的。水坑。哦，天啊！我是阿曼达。我们一起玩吧，去吧，小狗。我来扔，去吧。球向马路飞去，那里很危险。哦，小狗跑了。汽车，司机分心了。在马路上要非常小心。垃圾堆里有很多材料，剪纸板圆圈。小猫拿来枕头。哦，被抓破了，没关系，修补。温暖的枕头。奶奶在清扫人行道，乱扔垃圾。妈妈，你听见了吗？有声音，我们看看。是小猫，我们带回家吧。No way！ 妈妈，求你了。不能养。它们太可怜了。Okay,
sweetie. 妈妈终于同意了。到家了，小猫们睡在哪里呀？我们自己做，我教你。剪纸板，完成。枕头呢？家里还有一些棉花。缝床垫。太酷了。Yay! 可以装饰吗？ Yes! 剪很多爱心。Woo-hoo! 太棒了，小猫喜欢这里。谢谢妈妈，我爱你。你开心就好。多年过去，阿曼达长大了。Hi. 测量。描模板。吊带裙。穿袜子。麻布凉鞋。积极的阿曼达充满了希望。女孩走在街道上，突然吹来一阵强风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寻找小猫，在这里。爪子疼吗？别哭，我帮你取下绷带，用纸巾擦拭，感觉怎么样？你主人的号码吗？我居然没看见，赶紧打给他。我的宝贝呢？谢谢你，亲爱的。准备材料，去吧，量脚印，剪鞋底，一双鞋子，闪光泡沫纸，系上线，装在一个盒子里。这是一双时尚的运动鞋。妈妈和女儿来逛街，我想要新运动鞋。我太喜欢了。我们要了，小姐。想帮助动物吗？艰难的选择，买鞋还是捐款？捐给慈善事业。她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再见。阿曼达不穿鞋吗？亲爱的，你还好吗？给你。谢谢妈妈，时尚又舒服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亲爱的。拿起刷子，猫爪子，闪光，清空小瓶子，装满水，连接线，放在盒子里。阿曼达长大了，他在宠物医院工作。我们会尽力的。脉搏微弱，连接除颤器，快。他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别担心。太好了，只要能救他，多少钱都行，全都给你。Oh, thank you. 拉力路，帮我选一套衣服好吗？好的，有面料和工具就可以了。把订单交给裁缝。你的裙子。Thank you. Wow. 换一双鞋。发型师为你做发型。Nice. 我需要造型师的建议。不够时尚，我有办法。Thank you. 好了，下次再见。阿曼达有钱了，他开了间动物收容所。Hello. 我们想捐赠食物。Thank you so much. 小猫会很高兴的。很乐意帮忙，好好照顾它。人们在收养宠物，太棒了，动物们有了家人，真好。Thank you very much.
much. Bye. 恭喜你，我喜欢这里。带小狗去工作室吧，拿金色亚克力。谁将获得荣誉奖呢？来看我们的脱口秀吧。开始拍摄，摄影准备好了吗？奖项呢？可以拍了，相机开始。欢迎这座城市的骄傲阿曼达·罗斯利。这是他的动物收容所，很多人在那里领养了宠物。哦，真可爱。我们向您颁发动物保护者的最高奖项，谢谢您的贡献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一二三，特写。我也领养了一只狗，太好了。拉力路的材料到了，修剪环，剪创可贴，折叠到急救箱中，绷带，把迷你急救箱装在包里。阿曼达在公园遛狗，嗯，我喜欢棉花糖。小吉，你要去哪？他失去了平衡，需要帮忙吗？哦，我的头好痛啊，我帮你，还好有急救箱。他们坠入爱河了，一对情侣诞生了。